浮沉。像我这样聪明的人，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
京的秋天漂亮吗？
听。
再爱谁。风，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。
在这城市，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？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，眼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车上，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知道干嘛来了吗？吃炒米饭来了。今天我是，哎呦我那么白呢，我怎么那么白呢？啊，我今天我这个，我这个来早了啊，我吃点米饭，吃点炒米饭，打包啊。你好。我这小支架，我这一支，我操，爱谁谁。啊，我这小支架，我这一支，我这爱谁谁。今天晚上呢，我是解说这个广州德比。8点钟，7:40呢是开播。理论上呢，我们7点钟之前到就可以。我今天呢就在基地谈完了事儿呢，我就从基地过来了。我发现呢，就是我一边开车，然后呢这镜头呢对着车窗外，然后放着歌，这感觉特别好。有不少朋友呢正好没什么事儿呢，可以欣赏这个风景，然后还能听着歌。最终呢他有一个悬念，就我到底去哪儿啊。有一个综艺叫爸爸去哪儿，咱们这个不能说爸爸去哪儿，老董去哪儿。所以以后啊，我一出门我就开这个，我再准备点歌单啊，给大家放一些好听的歌。咱那车的音响也还可以啊。然后我去哪儿呢？就最后有一个答案，是吧？有一个答案，自己也可以伴唱，对吧？可以啊。
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他们没事没事，不着急。你得这个比过去了。嗯。啊，你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我就想吃这个，一个是炒米饭，有吗？有。有吧？有蛋炒饭。对，蛋炒饭。嗯。然后呢？有大腰子有吧？有，大的羊腰。大的羊，28，那么贵啊？对，它是大的，那个比较。啊，行，那来一个。然后呢？有凉菜吗？有。您几个？一个人啊？就您一个人？就我一人。啊？咋了？没事没事，我说问一下那个谁，就是您点菜的。也跟客人说一下啊，没事，挺好的。别那什么啊，对对对对，别浪费。不，我不会浪费的。我怕您那边，因为我不知道您来过没来过，因为我们那边那串还是挺大的，还挺大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一地点多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你看，太棒了。嗯，你看人老板人多棒，人这怕我点多了，说这串太大，我一个串都没点呢。关键，嗯，还什么都拍黄瓜。来个芹菜腐竹，行。那你有什么忌口吗？没有。加辣椒吗？加。正常辣。正常辣。你喝点什么？喝，有水白水吗？有。行，我来一杯白水。嗯。我觉得挺好。就是，因为这隔壁呢，蹲着走就2分钟就能到，这个乐视，不是乐视，到这个新浪不是，到陌陌不是，这个，到这个 PP 体育，啊 PP 体育，啊 PP 体育。这个关于这个版权呢，我想说两句啊，就是坦白说呢，这个欧洲人呢，当初呢是用鸦片和这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现在他们不敢用鸦片了，也不敢用大炮了，他们就用他们的所谓的文化啊，因为体育也要归为文化嘛。你看这个美国人啊，美剧是吧，美国的这种文化 NBA 直接就给中国一代年轻人都给干翻了啊。欧洲人呢，实话说呢，你要是老弄什么歌剧什么的，咱们也不去听啊，就是足球啊，足球就给咱们给弄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得不说呢，就是为什么说是中国人得有文化自信，但是现在咱们也自信不起来。甭的别的不说啊，咱不说国外的啊，就说咱们内地人被这个香港文化啊，港台文化这折腾了得有多少年了。我小时候妈，我10岁就开始听邓丽君的歌，后来你说这台湾这波这弹丸之地啊，对面有一波人呢，他们可能弄不清楚我一个人在这自言自语干什么啊。对面有一波人，咱用不用看看他们？他们当中啊，就现在有一对两对三对8个人，但是我觉得至少有2个半能认出我来。他不见得知道我是谁，但他觉得我眼熟，很多人都觉得我眼熟啊，很多人。我有时候经常走街上，有人哎，我说别激动，董浩啊，对，董浩，这样，也有冲着我唱《老鼠爱大米》的，也有。这儿呢，烟火气还是挺重的，所以我们，你说现在你说，我
就纳了闷了，就一个罗志祥就给折腾一溜够，你妈的！中国这个文化呀，这个真是个大问题。你看现在这个热搜，那天我看一个，就是田亮和那个谁的儿子，那个田亮和那个叶一茜的女儿，什么大长腿，就这个都能上上热搜，还不如我们解说睡觉呢。我解说睡觉，好歹它还是一个娱乐事件。你说你弄一个12岁小女孩的大腿、长腿，你说也能上热搜？你说，真他妈的难以置信，真的难以置信。花钱不见得是花钱。热搜是买的吗？我咱说实话啊，我上过得有个14、18次热搜，真不是买的，那从来没花钱，我们乐播也没这个钱。我上热搜呢，除了我睡觉的一次，还有一次是我给女足送牛肉，我给这个女足啊送了牛肉，300斤牛肉还多少呢？还有几次热搜就是因为中国队输了，然后我做评论。这个山东鲁能的球迷一直在关注格德斯，我告诉你，格德斯来也未见得就比现在强，只不过就因为你不满现状，你把你原来的想起来了，就跟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，你又想起来原来跟你暧昧的那些女的了，那些女的跟你在一起还不如跟你女朋友呢，行吗？所以不要这个山东鲁能的问题不是一个格德斯能解决的，好吧？没有格德斯，山东鲁能也能踢得很好。而且格德斯肯定是格路的人，对吧？格德斯肯定是个格路的人，他在这儿他可能能力也可以，但是他破坏性很大的，对吧？你山东鲁能现在你甭管输赢成绩怎么样，但他是一块铁呀，他铁板一块呀，你再来一个东西给你全给你搅和了。对，其实上一场对苏宁不是说踢得不好，运气差点，对吧？平局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，但你要说那想赢苏宁也不容易。那天我竞猜，我本来想说山东鲁能输，但是我后来一考虑，想到周围不老少山东人，然后还有山东鲁能球迷老觉得我要黑他们，所以我就写了个平，结果最后妈输了。其实那个比赛啊，合理的结果是平，合理的结果是平，只不过就我判断出了鲁能赢不了啊。贴吧现在我说实话年龄大了就别再玩贴吧了，真的将来都后悔。等将来有一天说长大了，然后有生活了，然后有事业了，有家庭了，再一回顾起来，自己当初他们在贴吧什么在网上骂人 C 罗梅西什么他妈开始在这骂的，都觉得自己特别傻逼，真的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傻，不是一般的傻，浪费了极大的精力时间啊。对，不到一定年龄明白不了这个东西，也没法说现在一劝就能明白不了。对，昨天那个球踢的还是挺水平挺高的，江苏苏宁跟这个山东鲁能。这其实有的时候女孩特别能吃，真的，你看我旁边那俩女孩，我这点了一大桌子，真的，有的女的是女人，如果女人能喝是真能喝，
如果女人能吃是真能吃，如果女人能造是真能造，比男的根本没戏，一点戏没有，真的一点戏没有男的。但是普遍来讲，可能女的不能吃不能喝不能造，但是只要是有这行的，就是只要是行家里手，男的都不是个，真的。哎，你们都没买班尼他们家花生吗？班尼他们家现在订单上来了之后，你看他们家爸爸妈妈还有姑姨什么的全起来了，全都在地里边挖花生呢。那个花生真的特别好吃，我不骗你们。这小明白现在是奔着谐星去了，啊！再听一遍啊，他就是也不是怎么着，这阿姨那东北人，阿姨可能看抖音呢，反正他就跟着学。你看他这个，你知道他这个好在哪儿吗？他这个节奏，就是一般来讲是你挺呢呀，你挺呢呀，就这个重心会在呢上这个手，但是呢，他这个好就好的呢，他是一个，相当于他是一个后置，啊，后置啊，这个喜剧效果就出来了。你比方说你挺呢呀，这是一种说法，你挺呢呀，对他。他这个手是比这个，表达要慢半拍，这就厉害了，真的。你看，你挺呢呀，这是一种表达；还有一种，你挺呢呀，哎，旁边有人笑我，哎，我这个人呢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我没有什么包袱。有人说要偶像包袱装逼什么的，我从来不，我就在这儿，你愿意认识人认识，不认识拉倒，我过我自己的，是吧？我这个我不会因为说旁边有人我这装模作样，没有，我该怎么着我就怎么着。因为我想明白一件事，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什么关系，在你眼里我是傻还是牛都不重要，那我自己内心，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所以我无所谓。我有时候走街上，我就突然间我就开始正步走。最开始我媳妇儿挺害怕的，因为她也害怕别人的眼光，说这他妈找什么老公啊？我就想起来，我就突然间我就正步走。你能想象出来吗？我在商场里，我就咔咔我就正步走。裸奔不行，裸奔违反法律。这个地方能火，真的。这个地方虽然说它比较不容易找，但是一般的来了呢，他就会记住这个地方。这兄弟现在他主要也没跟我这个太弄的话，我真能把他吵起来，这个地儿真的，而且交通也方便，守着高速。兄弟，你是老板啊？我负责人啊。嗯，你这地儿能火啊？你这人火，对，你要
你要是让我不给你帮忙，我就给你弄火了。你们俩怎么弄？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我经常在这儿解说啊，就 PP 体育嘛。我一回头，我突然间反应过那是啊啊，挺好。解说足球的。对对，足球。对。我就是一直没反应过来，啊，叫我，但是我特别熟。可以，你这冬天就得在里边了是吧？冬天就是火锅了。啊，冬天盖火锅啊，但是串也有，也有二和炒菜都有。嗯啊，马上大概你还有一个礼拜吧，啊，新菜单下来是吧？炒菜和那你这疫情能扛过来也不容易，还行吧，是吧？这地儿挺好，这实在是要舒服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真的不错。回头我帮你介绍更多人来。谢谢谢谢，你先吃。哎，好。可以。这地方真的可以，你看啊，可以，是吧？是不是可以？你好，我好，我那米饭还没有。稍等。哎我天哪，我这个羊腰子可以吧？我这个这可以，这太解馋了。这个对腰子虽然不大吧，但是可以。就这个我要是往死里吃能吃七八个，七八个，七个三七，200多块钱。什么味儿啊？那你说这是吃腰子能吃过能出黄瓜味吗？嗯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嗯。我喜欢他们家这炒米饭。他这个炒米饭，他为什么好呢？就是我一看这个炒米饭的米，就是。精心的准备的，它不是说从锅里盛出来就。哎，妹，有没有辣椒油？就是炸辣椒。辣椒油。啊，对对，干辣椒。嗯。而且这个米饭呢，不咸不淡。这炒米饭咸了不好，但是淡了也不行。我这吃完饭呢，完了解说，回到家得11点。11点呢，回到家呢，再有时候可以再喝一碗粥。另外呢，我通知大家一件事儿，我们足球小将10队的巨东伯小菊。他们家在大连，他们家在大连有一片海，他们不仅就是那个我要点那个辣椒，不是光要油。啊，不是辣椒面，就那里边不得炸的辣椒吗？那干辣椒段儿，嗯，对吧？要干辣椒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没事，我说我要点那个干辣椒段儿，哦哦，啊，对对对，这炸的是什么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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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妹妹给我上了一半碗辣椒油，纯油。
然后呢，然后呢，他们家做海参，他们家做海参呢，海参呢有养殖的，也有野生的。小菊爸爸问我能不能帮着宣传宣传，我说，我说这是好东西，没问题。所以呢，过一段时间呢，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菊，小菊家的海参。海参炒饭，可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就是这太棒了，就是现炸的啊，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需要喝点什么吗？水，要不然沏点什么？就拿杯白水吧，我不喝饮料了。行。看这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对呀，我那琴在腐竹呢。哎，妹妹，小妹，我还有一个琴在腐竹。嗯，我跟您催一下。嗯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芹菜粉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吃什么东西都特别香？哦，因为热的，我怕倒满了，您且喝不上。谢谢，谢谢。您来一半，谢谢。这顿饭最好最少80，你怎么算出来的？80，炒米饭15，芹菜腐竹14，30，一个腰子28，60，不到60。辣椒不要钱。嗯，你说你一天挣100，我一顿吃60，兄弟，那你为什么不去跟王思聪说这个话呢？你应该给王思聪留言。你说你一年挣4万，你他妈一顿饭你吃9万。你得这么聊，啊！
我这已经是很平民的生活了，兄弟，你是真没见过有钱人。我就为了怕刺激你，我本来想点四个大腰子，我今天只点了一个，因为我要吃四个大腰子，你就会算112块钱。然后你的留言就是我一天挣100，你他妈一天吃腰子吃112。你看还有人愿意非得看这陈善福。你应该这么想，你说他一顿饭都吃60，我必须每天得挣600，你得树立这样的一个梦想。嗯，这个芹菜非常爽口。实话说，我有点吃不下去了。它这量真的挺大的，但是如果我吃不下去的话呢，会有人说我浪费粮食。它这菜量确实大，你看这凉菜我吃了这么多，还剩这么多。挺实在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看价格，要看它的量。这炒米饭也是量很大，它不是像有的炒米饭就是小碗一扣，这真是两个人的。可是这种北京的最好的天气最多一个月，你等到九月底啊，就很难在外边吃饭了，所以抓紧享受。如果你两个人来，记着一定不要点两份蛋炒饭，一份就够。一会儿吃完了，哎，到那儿再看会儿球，哎，完了再说场球，哎，回家。明天呢，谈一个买卖。我最近没怎么挣钱，我说实话，没怎么挣钱啊。得抓紧时间挣点钱。有一个楼盘找我，让我
给做个直播。完了，我问王佳，就那佳爷，我说兄弟，这找我给他报多少钱合适？我往高说，我20000行吗？王佳说：“董哥，你别这么丢人行吗？你要这么着的话，你别出去，别说你认识我啊。”我说：“那，5万。”低于20不做啊。等今天晚上王佳直播的时候，你到直播间问问他，你说董哥是不是问你，这做一个直播多少钱？你问问他。微加会员电脑怎么开？我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王佳，就是弄房地产的一个王佳，你搜一下，家人的家，贝贝家的家。我觉得南京鼓楼应该跟老二他们争冠军。蒋教练这次也是志在必夺，因为他们去年不是输了吗？去年半决赛输了吧？今年呢，他最大的一个引进是周雨诺。周雨诺踢得真好，周雨诺综合能力在整个小将团队里边目前应该能排到前5。王嘉尔是谁呀？我什么跟王嘉尔合作了？王佳，陈涵也回来了是吗？那是厉害。所以南京鼓楼跟徐州如果能够顺利的会师决赛，这比赛好看。这比赛真好看。申花获得点球了还是被罚点球啊？申花2-0啊，真的假的？别扯了。你挺么呀？哎，怎么着？你觉得我还打包吗？我不打包，是不是有人会骂我？可是我真吃不下去了。
真吃不下去。真吃不下去。太多了。如果再有一个腰子，应该能吃下去。谢谢，可以。跟着丁摊的兄弟对我不错。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不用去考，人活着的意义就是每天不用去考虑人活的意义是什么。因为当你在考虑人活的意义是什么呢，证明着你活着就挺没劲的。非常好，这真吃不下去。啊，我歇一会儿。聊聊戴军，戴军，我们曾经很熟，但是很长时间不联系了。刘畅，你问我刘畅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除了我跟刘畅所有的对话都在演播室完成了。这爬特可以啊，滑的都能看出来，宽板滑子真他妈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哎呀，申花这球有可能还真平了，因为上一轮没有平局，头两场又没平局，但我猜的是申花赢了，够呛。可能我这次要输给徐亮了。
我结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扫你，你扫我。解说迟到，迟到不了，那第一场还没完呢，你第一场上半场都没完呢。北京，你离这近的，朋友没事过来。啊，我白给他做广告都没关系，都是朋友。成人之美嘛，关键这是好吃啊。微信，你去吧。好，谢谢啊，收到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有人说这广告至少十万，是没关系，那这反正我举手之劳嘛。缘分，有些东西就是看缘分，所以大家没事到这儿来，吃。但是你跟这老板说一下，你说我听那说出球那个说的我来的，有这句话就行。地址就是博莱特，这边是博莱特，就700号，700号烧烤，你查一查，就是从这个金展路。啊，机场二高速金展出来，然后呢，到这个博莱特那儿再往回兜一下，哎，院里边，对，金展南路那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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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们真不认识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就是我不认识的，有缘分我也能帮我就帮，就关键是什么呢？我不管他挣多少钱，我是觉得这地儿不错。我推荐给大家来这儿，来这儿你能满意就行，他满不满意跟我没关系。哎，那大烤炉里边烤的是什么呀？那个羊排。羊排啊，哦。那是电的吧？是不是电的炉子？那是电的吧？那是烧的，烧的，碳烤的呀！哇，那可厉害！那我等我下次来。我今天我真吃不动了。吃好了，兄弟，完了我给你做了一个广告啊，也可能有人来，也可能没人来，这不重要，重要就是如果他来了，他说是这个。就说足球那个介绍的，董路，哎，对对，我姓董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地儿挺好，我等我下礼拜找时间，我带我家里边人来，行，谢谢谢谢。正好我给您一电话，您来之前如果人家可以可以，说一声，我好提前给您做，好，你喜欢做的，您方便我加您微信，可以可以。好嘞，好嘞，可以，我得备注一下。OK。对，第三次了，第三次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的，就是也量也挺大的，挺实在。这恒大首发就出来了啊，刘殿座、高准翼、朴智珠、梅方、张林鹏、蒋光太休息了，后腰何超、艾克森、保利尼奥、杨立瑜，哎呦，小摩托也休息了，这球是不想赢啊。嗯，这球是不想赢了呗。黄博文就这么给人打入冷宫啊，不合适吧？但是张修为还在啊，杨立瑜，
安卓系统直接在我微博上搜微加会员，那条微博就能够点击链接进行注册会员。苹果系统的话需要用手机自带浏览器或者用电脑登录微博账号，再去检索董哥我的微博微加那条，去链接里边用微信支付，付款后手机微博 APP 就能够正常加入会员使用功能了啊，微加会员。过两天呢，我们这个小将的消息，包括一些评论啊，还会向微加来倾斜啊，比较繁琐是吧？行了，准备走了。走了，兄弟，好嘞，回见，拜拜。好嘞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再见。我喜欢这样的老板，他虽然认出我来了，但是他没给我免单，啊，就说明人家不是那么功利，啊，不那么功利啊。说你这五十多块钱给我免了，其实也不叫钱，对吧？但显着好像这那样的，他怕我拒绝。其实他免我，我也不会让他免。有时候帮人呢，就帮到底；有时候帮人呢，就帮到底。挣钱归挣钱的事儿，好吧？挣钱包啊，在这儿呢。走啊！很快啊，一分钟就到。继续听理想。霓虹的北京，我们真得珍惜生活。你看我前面这个拾荒的老人，我们相比于他们真的无比的幸福。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了他的理想，但是现在他只能啊一个人游走在北京的这个高速路旁。祝他好运吧，让所有人呢都珍惜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还能有饭吃，有蛋炒饭，有腰子，还能有一个家，能有温暖的氛围，而他只能在北京的街头流浪。好运，哥们儿。